祝贺大家升级为副驾驶，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协助机长安全圆满地完成飞行任务。我不知道你们最初选择飞行的理由是什么，不管怎样，这份职业只有心怀责任，才能走得更远。这条道路并没有终点，希望你们都能不断突破自己。现在，我来发新的航会。 目前使用的还是金属航徽，使用的时候要谨防擦伤。虽然这只是一枚小小的徽章，但是它却代表着你们的职业身份和与之相符的职业态度。按照我们公司的惯例，由教员为学员佩戴徽章。谢谢顾教员。 这枚有点紧啊！谢谢顾教员。 以后每一次出勤都要佩戴好徽章，拿出你们最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来对待每一次飞行。好的，顾教员。好的，顾教员。